mais il me va là. Mais va, oui, là.还差味道不？好像是，还差点。那就抠都没抠到，你说了，他们。我得看到他吹，我得看，叫吹，你的牛像啥叫？有没有你屁股坐下？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好爽呀！红烧牛肉面喽！你看到了什么？ 这个了，红烧牛肉面啊，他没两个吃的嘛，你这一群人没得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安逸了。咦，你看那个豆腐上你搞长毛了，那人家那他专门装毛豆腐，没问得很，当就晓得了。这东西咋那么回事哦？哎呀，味道好得很，保证你不穿鞋。嗯。 哇，这当我太爽了！嗯，哇，哼，烂好的呀，那我就不让你糟蹋了。啊！你要是那么早回家面吃饭，我真拿多点油票送给你。我就叫你开个眼。这个和鸡面差不多。啊，手臂要不要拆墙啊？我来开个更厉害的。 哎，完了，等会我去拿你两个来。 这张老公，他居然还把肉给我，这次肉就给你吃。来来，快点吃，快点吃。哼，原来如此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这下子差一点了。吃生花蛋喽！ 好恶心，我更不要你不吃了。来，我们吃。啊，真香啊！
逍遥楼上，刘峰他喊你过来嘛？那你就不要吃噻，我个人吃。不可能，我脖子上的洞了。叫垃圾。啊，太过瘾了！完了，来加点糖好吃的。我才不是听了，都不能叫又咸又辣才有味道噻。你可能真的重。下回你叫我怎么直接打我？你要扣我一半，值不点儿？光有什么贵州没得湖南人吃的了，我们要证明自己啊！哎哟，这个东西好难嘛，搞个白包包都没问题。哎哟，这个东西点都不辣，你点都不辣，你看我前一天发的没得？贵州人吃了，你怕过哪个？啊，这东西鱼子也上瘾。哎呦我的妈！就是了，哎呀，就是了！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！哎！听到吗？吃这个，你吃口给你看。我能把你吃破产？哎呦，死神辣条吗？五块钱，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四、三、鸭鱼，鸭鱼吧，把我鸭过。拿去拿去！面对疾风吧！你是半瓶啤酒都来抽，你当我锤子？想跟我比抽？你这个背光的直接抽啊！明明就是你牛脸抽，明明就是你背光的抽，牛脸抽。我就说吃起来很香噻。石头剪刀，早就不叫你吃。现在已经拿完，你们拿来吃嘛？没拿完是吧？你给我等等。你扫码再做拿噻。哎呀，这哪去？好带劲啊！